归吴映洁外表可爱，个性鬼灵精怪，在演艺圈是著名的发电机女孩，跟周汤豪、朴宇威曾想合作过，都曾传过绯闻。出演韩国真人秀和玉泽演扮演假想夫妻时，更传出假戏真做。近日台湾媒体收到爆料，龟龟跟小他一岁的男星布鲁斯和浩辰传出热恋。爆料的网友指出，两人春节同游日本，私下还会一起去健身房，一起去画室，甚至还穿同一款睡衣，在 Instagram 上互动频繁。而鬼鬼最近接下新的真人秀，要与闺蜜一起旅行，她还推荐制作单位找布鲁斯合作，看来恋情真的有谱。不过对此，鬼鬼的经纪人表示，两人确实是好友，健身房是布鲁斯好友开的，所以大家都会一起去。去画室也有其他的朋友一起。对于日本行，经纪人也不否认，不过他表示是一群人一起旅行啦。被问到同款睡衣，经纪人说他们是品味一致的好朋友，这回答真的耐人寻味。还说现在是好朋友，但以后很难说，留下超多伏笔让大家猜测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